妈！盘点藏私房钱的天花板操作。我决定了，你干嘛？我要坦白，我要主动上交，我要主动上交。来来来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大金镯子，说说吧。我本来准备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居然被你发现了。这都是我专门为你买的，来，给你镯子，你戴。还有戒指。我倒垃圾，我去倒垃圾。气死我了，先把这些私房钱收拾收拾吧。嗯。又有意外收获。这冰箱这还有一个点呢，你现在给我找出来。嗯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等一下。来，把这个打开。你干嘛呀？哪来的私房钱？妈，你看他们。怎么办？不能团灭，只能让儿子背锅了。又干嘛呢？这是他的。咋还藏着呢？我知道，我爸全招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叫我过来的，我们来这儿开个研讨会而已。他怎么打的呀？哎呦，当中啊，不是我，是我爸。这都是我爸刚刚交代的。这底下还有空间呢。天哪！猴啊，你怎么哪儿都想玩啊？你看看你啊！就是，别问你，不客气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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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妈啊，你看看，走走走。好久不见。这是谁藏的？这是谁藏的？哇！这怎么回事？你解释一下。哼，今天拒绝送不，眼睛受死。看到？就这？嗯。哇！哎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个测谎仪嘛，专门来测我爸还有没有私房钱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说。客厅还有没有私房钱？没有。你听说什么？没有。没了。知道吗？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爸爸，那么不高兴呢？抓你大老窝了，还高兴呢？
Round three。我心还有没有私房钱？嘴硬。什么都没有啊？嗯。他在哪儿呢？在里面。拿出来怎么会有啊？哦。我天哪！老头子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你？你这一天是琢磨什么呀？你有病！下一个，这啥呀？这是我求求你放过我！我要大哥！我怕忘了，你就把足浴场私房钱的点都拍到放里面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你这损招跟谁学的呀？你这也能藏？哎呦我的妈！下一个。等等，这个情况，难道？炸！这两个球肯定不简单。猜吧。气得你们哇哇的，这么激动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手机拿来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整天搞些我看不懂的东西，把钱收好。鬼鬼祟祟的在干嘛？哎呦我的妈，我眼有猫腻，这是要转移阵地呀。你出去一趟，外面冷，你穿件衣服再出去。我不冷，我一点都不冷。还想跑？那你快点脱呀！哎呦，你干嘛呀？这大天冷，我怕你冷。我冷啥？不脱！你妈，你逼我的啊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又能看见你。看什么？希望没人看的。哎，你们俩这样也不太合适了吧？奇怪，刚进来什么演员？我老公呢？嗯，你干嘛？居然还有人打掩护。熊大头，这是你的杰作吧？我也不会下蛋的。再说是鸡天天下蛋，偶尔下个钻石也挺正常的嘛。有人，这是怎么藏进去的？那这蛋里有金子也属于正常了，不同品种呗。这怎么到我手上呀？你这六，这牛，这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等会儿，我倒要仔细看看。啊？这啥钥匙？这什么钥匙？以前的比亚迪车钥匙，为什么？那这个嘞？我就画着好玩。六，这画的什么鬼东西啊？还有剩下的吧？你把剩下的给我一起找出来。这都可以。这辣椒也行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懂了，柚子里的，鸡蛋里的，辣椒里的，茄子。那我爸上面的啥呀？啥呀？你爸头顶上面有东西。不爱。老丈人头上有东西，敢不敢试？是梯子也藏了钱？这也没东西啊。他在搞什么飞机？
这手艺只传男不传女。我感觉我家要被裁了，这还没完没了啊！这家伙越来越会烦了。嗯，这什么东西？哪有东西？这不就一张白纸吗？你激动个屁呀！我真服了这个老六。啊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这英文啥意思啊？是拼音，肥肥皂皂，肥皂。等一下，这也没东西啊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怎么敢讲在开盲盒？突然紧张起来了。哪里来的这么多钥匙？这又什么车钥匙？以前的雅迪电动车钥匙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来？缴获私房钱，结果出大事了。你刚才说的茶几能藏多少？那茶几，一脸不情愿，松开瓦解机的大爪子。又拿来个吹风机。哎呦我，这还远远没完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不是我去年丢那包吗？接下来高潮来了。像翅吗？这能打开吗？不知道。先做准备工作，缴获老公私房钱，下巴差点。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呢？你把他话给我拿下来。这么太沉，拿不动。拿不动。不给我拿，我就自己找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事没完，我去拿。真行啊！果然是没让人失望。我养你的。那这俩呢？你看他的手，这女武器属实有点不小。你糊弄谁呢？终于答应拿下了其中一手吧，先做准备工作。开始拿了，还真有点紧张。这什么？福字贴上是玉一样。福字儿？哎，这怎么？哎呦我天，怎么刮？后面的扣子怎么藏嘛？你自己来看，哪里有藏钱啊？我自己看一下。哎，好像是没有耶。有钱。阿丑，你不老实啊！你快说，其他地方还有藏吗？没有啊。你确定？真没有。你手上的猪。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弄坏的吗？打开，赶紧的。果然藏在里面了。居然两边都有。那房间里面的布偶是不是还有？没有，真的真的。老实点，赶紧给我找出来。拿来吧你。让你藏，连我的布偶你都藏。你行啊，阿愁。神助攻啊！那布偶是不是都有？你好牛啊！是不是里面还有啊？这娃娃，纸条又是纸条啊！这什么？说不说？这没什么，就慢些的。这样才安全吗？
于是趁男友不在家，我在家里装了几个摄像头，等他回来我就假装出门。淘宝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对呀、啊。正好我闺蜜找我，你在啊？哦，那你早点回家。好的。先跟猫玩一下，确定我出门了，监控看看。果然有藏钱在沙发，上次看车期都没发现，原来还用不得住了。一张张撕下了，祈求这次不要被发现。转移到房间，叮叮叮，直接把柜门踩了。这时候我静悄悄回来了，看到他没发现，准备吓一吓他。这样才安全吗？I wanna get up, get down like this.